相传宜兰县壮围乡永镇村福德庙拥有一座清朝同治三年的香炉，依据这座香炉，庙方管理委员会推算，今年永镇村福德庙正好拥有160年的建庙历史。113年3月10日及11日两天，永镇村福德庙举办福德镇神圣诞千秋暨建庙160周年庆典活动。第一天安排诵经团举行诵经团祈福法会，以在地居民居多的义女诵经成员为福德镇神圣诞千秋礼诵经文，祈求村民平安健康。农历2月初2是福德镇神圣诞，永镇村福德庙信徒络绎不绝，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虔诚的礼敬土地公，使得这座位在台二县滨海公路旁的宜兰壮围永镇村福德庙成为一座香火鼎盛的地方庙宇。永镇福德庙欢迎委员会永镇福德镇神寿诞台建庙160周年庆，点石基安一方典礼开始，鞭炮。良辰吉时一到，庙方为庆祝建庙100周年，特别集资，以信徒的功德金购置了一对钟鼓，邀请地方士绅及庙方代表举办新进钟鼓启用揭幕仪式。请开封新福化气，新福风调。请开封新福化气，新增风调。请大家摄入合掌，结果明星，一元国文清廉，满道英国。12声钟鼓齐鸣，12道贺词，让在场参拜的信徒都为之动容。十愿十方有情，人间相平。再愿众仙归依，龙顶对应。永远道气长存，福流子孙。永镇村福德庙建庙160周年庆典活动，由主任委员余习洲及4位副主任委员和全体义工筹备多时，在当天由副主委张接顺担任主祭官，邀请全体信徒向福德镇神祝寿团拜。接香启圣，一圣香，香烟飘摇换圣心，水气纷纷同心香，神威显现安自在，圣人兴隆大发财，再圣香，合齐信奉表虔诚，境界无分用一精，点石坚定共灿烂。安和落地得定生，三圣兴，国运清廉推行太平，民生富足更光荣，新闻英国印绿色，安逸逍遥万事兴，一票身体光荣，合境平安，恭请福德正神太上尊神圣言。降祥祝福，消灾解厄，点燃吉安之火，完成光明灯。请主祭官、陪祭官、参祭官，开义献大圣善神一同点燃吉安之火，完成光明灯。请大家请。紧接着，则是进行点灯执符仪式。桌案上放着参与160周年庆典活动捐款信徒的红色香灯，让在地德高望重的民意代表及庙方委员
为每一座香灯点上冉冉烛光，红色的烛杯，金黄色的烛光，为信众带来满满的祝福。恭献明节，献三献，三献，献献。兼职依安之后，正神是合并人顶，南天庇护，主乐千行，祖龙刚生手百岁，游道如意，必须行通，男女老幼乐春风，家家兴旺，户户平安，人人健康，兼职成尊，虔心接受，正受福经，正受事，福为交界，金红星，福德正神明王，列位尊神，正感。天下元帅主驾新年，二月初二结旦，今日接吻上升拜升。值得一提的是，迎接永镇村福德庙建庙160周年，由管理委员会邀请 Suzuki 铃木哲发汽车公司、Kia 奇亚林雅汽车公司、宝狮雪铁龙县城汽车公司以及议长张胜德等各界团体和个人，一起支持永镇村福德庙举办喜从天降抽汽车送大奖活动。即日起到中秋节当天中午，民众只要喜填香油1000元，都可以获得摸彩券一张。将在中秋节下午3点举行摸彩活动，最大奖就是主任委员余锡洲捐赠的 Suzuki 铃木汽车一台。这项活动成为永镇村的美谈，村内民众呼朋引伴都来参加，一方面为庙方维持营运做出贡献，也为自己和家人求得平安幸福，更让160周年的土地公庙越来越兴旺，成为居民交流情感的信仰中心。